我就做过 Beautiful Soup， 其实哦很简单，所以将来，当然我现在讲的其实是基本爬虫，未来如果你还要后面很多爬虫的话，像刚刚同学提到的哈，其实在云端上面也有了，还有哪一些跟各位讲的嘛，0604、0605、0607，一直到后面还有0609嘞，有没有？所以后面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哦，像爬山一样，你现在只才刚到爬山的入口，再往前100公尺而已。OK， 那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讲太难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到很复杂的东西哈，其实后面还有像其实0608非常好用。Selenium 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把那个你滑鼠键盘的动作记下来，它还模拟帮你做过一遍。比如说你像刚刚你提到那个嘛，输入你的那个统编啊，输入什么，然后按查询，对不对？你可以把那个动作用 Selenium 记录下，有点像录制剧集一样，然后让程式再帮你跑一遍，那你就取得你要的资料了。它会丢过去，把查到资料你再去做分析就好了。OK 哈，啊，只是说呢，讲比较快，但是做的话呢，哇，那真的细节很多。可是我是觉得哈，程式难是真的还蛮，但是你只要把每个细节都注意到。不要做错，那基本上我是觉得啦，倒也还好，因为你这件事情真的就一劳永逸了。OK， 观念正确的话，做事情真的就是所谓的一针见血，不应该叫一枪毙命的嘛。所以有人乱枪打，啪啪啪啪啪，倒不如你就是一枪砰就搞定了，对哈。OK， 所以呢，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啦？主要的原因哦，还是真的要针对那个。这个长久问题哦，去做解决。那因为呢，今天时间哈，刚好今天是最后一次上课了。那我们只是帮各位开个头。那我的初衷是希望说，你们上完这个课啊，第一个不要讨厌程式，第二个呢，就是回去还愿意把 Python 打开，然后我愿意去做一点事情。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我这个课程上课就算是成功了。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上完课之后从此再也不想要碰程式，很多人因为吓都吓死了，想说这东西怎么那么恐怖啊，简直是天书嘛。 OK， 所以呢，这课程我是尽可能的就是怎么讲，把可能该给各位的都给各位了，极尽所能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还有欠缺，如果有欠缺的话，请你在那个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一下，老师你，我觉得你上课好像还可以更多，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跟我讲一下哈。OK， 我现在想不出来，因为早第一个上课有录影下来了，我把它放论坛，清单很清楚。第二个话，云端上面有已经有完整的程式，我打的程式一模一样能 run 的程式都放在上面的。然后还有什么 ？OK， 顶多是说我不可能在你旁边慢慢看你打程式了，所以剩下来就是你们要自己去做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办法讲太多，所以剩下的部分下个礼拜之后，那就可能请各位回去再多练习。那影片会放在上面，但是跟各位讲像云端不会永这些资料当然会暂时会在这里，可是不可能永远存在这里所以如果你担心说将来这些资料会连不上的话，那你可以回去就做一个事情回去请你先把它备份起来。备份的方法很简单，这边有个下载，有没有？就下载下来了。OK 哈，如果你担心之后啦，如果你觉得这个资料重要的话，请你自行先备份。但我不会狠狠就回去把它关掉了，就不可能了。OK， 但我不敢保证说，因为之前有同学是上了几年之后，然后写封信跟我讲说，老师你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连结在哪里，怎么不见了呢？我不知道。你已经过保固太久了，我还要保固你多久？保固你一辈子，终身保固吗？这种回事吗？所以你自己把它稍微备份一下另外的话，影片基本上还是会在，不过也不敢保证说永远都会在。OK， 因为毕竟有时候还稍微做个小小的调，但不会马上调整，不过至少3个月内绝对不会是动它了。OK， 所以请各位回去。有练习的话，那当然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比如说老师我突然发现哪些地方，你可能哪个地方怎么做会更好，欢迎你可以再让我知道一下，让我也可以进步一下，毕竟教学相长啊。OK， 因为你
教学我不敢保证说永远我都是对的，我都是最好的。但有的同学会提供给我一些讯息，哎，不错，这东西更好，那我也可以在下一次上课，让这个课程哈，哎，更加完备，更加完善。OK， 哈，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不然我们今天的话哈，那就先到这里吧。老师 ，Google Document 自己把它另存新档不行吗？